年真的有胖到我工作。因为我觉得好像搞不好也超过。对，因为到五公斤以后，我就没有再去看它。胖最明显的地方在哪里？肚子。看不出来。我不会让你看出来。你那时候吃完全没有罪恶感？没有。都没有自己。羞耻心。因为通常过年一定都会被关心一下进度啊，尤其是大人，就是一声不响的就又结婚又做爸爸。他们都问你，对吧？所以家人怎么？而且他们都不用去关心这个事情，就是大家会帮他关心嘛，就是你们会帮他关心嘛。虽然就看到新闻说哦还没有结，对，我大概就知道。那你目前是大军小孩的搭发的人？对，英文可以。等一下，非常洋派，非常洋派。你有觉得自己是横宠小孩那种吗？我觉得这都是这样子啊，干爸不就是这样，不用负教育上面的责任嘛？你就是一直溺爱他，对不对？然后宠坏他，然后让父母亲去收烂摊子嘛。不是这些小孩子，你都会说啊，妈妈说不能吃糖。啊，吃一个没关系啊，吃一个。我不要理你妈那种。那他现在比较爱你，还是比较爱你的手机啊？你说谁？我说那小孩。不是，是一块肉而已。他根本没有自己的主张。所以你不会因为就玩别人小孩玩一玩就开始很好的？嗯。怎么了？觉得小孩真的是太可爱，就决定要开始很好的，过无套生活。尴尬啦！不是我在想，这跟吴涛有什么关系？你跟吴涛就是吴涛。像我之前讲的，就是我也希望，就是如果我现在真的可以是那样的状态，是希望我自己也是准备好的，对吧？就是我是有时间可以陪他的，不想要太忙碌。所以目前忙碌的状态，你觉得还会吗？我是觉得不是很理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